就是这个月的钱。然后以后你该送外卖送外卖，员工宿舍又别住了，就住这儿。住这儿啊？嗯。啊。哎，等会儿，那啥，那个我住哪儿啊？是，我看楼下也没有床。住这儿。住这沙发啊？嗯。为啥呀？那是楼上没有床吗？那啥，我可以买一个。我只要你也给我钱了，停，那这事儿就不用你。停！咋了？楼上是我的地儿，你不许去。啊，你的地儿，那你就住这儿。不是，这你都让我住进来了，咱俩都住一起了，那为啥分开啊？你要是实在适应不了的话，我先打个地铺也行。你想什么呢？咱俩是有合约的。啊，是，但我不已经不住进来了吗？那啥，我打个地铺。我让你住这儿，只是为了方便演戏，离我爸妈家近。演戏啊。啊，行吧，那住一块不是显得更真一点吗？是不？在我搬走之前，你只能住这儿，楼上不许去啊，不然咱俩就作废。啊，你要搬走啊？那不是那啥，你不用搬走，你从外面再给我找个别的就行。哎，你下来了？那啥，这啥呀？衣服换了，一会儿跟我去见我爸妈。啊，见你爸妈。哎，那啥，叔叔阿姨喜欢啥呀？那啥，我是不是给买点东西？他喜欢啥样的人啊？我用不用给他俩说点好听啊啥的？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婿啊？那啥，停，别上来，再上来啥都作废。啊，不是，你怎么还没换好衣服啊？我爸妈一会儿等着急了。大老爷们这么磨叽啊？啊，那啥，这是你刚才给我的钱。然后这是咱俩结婚证，咱俩离婚吧，那个协议咱作废吧。